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政聚焦。班农，班农被联邦大陪审团定为犯罪，有罪，蔑视、藐视、蔑视这个国会罪。那这个罪名成立，他其实不是，你很难说叫重罪。从1983年以后，再也没有这个罪名，从来都没有用过，没有用过，在美国的司法部也没有这么运用过。联邦大陪审团应该是归美国司法部的，所以在这一次的，故事中用在了这个班农身上，原因就是班农拒绝到国会作证，啊，拒绝了国会的传票，而拒绝的理由是川普的率先发出的这个总统特权，的那么一个命令，一个说法。而拜登呢否定了总统特权，但是班农的律师明确讲说，那有着总统特权的命令，那我就拒绝出席。所以对方啊，国会就不干了，那国会就不干，就告他藐视蔑视美国国会，结果就上交给司法部，司法部今天判他有罪。